家好，我是云和颜健康美学诊所的院长王姿云医师。一般戴口罩有四个口诀，就是所谓的看戴调压。看就是我们要确定它的颜色部分有颜色的要朝外，戴上的时候要记得就是我们要把口鼻有确实压住，调就是要调整下巴的位置跟鼻子的位置要确实有包覆住，那压的话就是把鼻垫这边压好，好确定整个口罩是呈现一个包覆很密合的状态。那当我们如果说觉得鼻子痒痒的想要调整，也千万不要摸外面，要从后面像这样子调整，好或是从我们的袋子这边调整。那当要吃饭的时候呢，请记得拿下来的时候桌上先放一个卫生纸，然后有颜色这一面请朝上面这样放着。好，那吃完东西之后呢，就可以用 原本的方式再把它戴上去。OK，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丢弃这个口罩的话呢，拿下来之后呢，请反面把有颜色这一面向内，然后我们把它折起来。好，那折起来之后呢，就是可以再把它用一个卫生纸包住，再丢到垃圾桶，这样子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。